什么？鸡蹄心花呀，这么漂亮的园子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对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去看看。四个字念错了一半，知书达理的杜小姐竟然成了白字先生，奇怪。不过，还挺有意思。那亭子修的还不错。到了。这儿就是我的书房。如何？不错。对了，你看这四字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念念。金爵。乐，这第三个字，他念他念大啊，台，金爵台乐，我认识，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？哼，真好笑，是。